阿姐拿到了，没有？该给你们长肉了啊！这个都该，这是水，你们那个三斤啊，这不野鸡啊？雄鸡啊！哇，这只鸡妹妹拿来了，拿有2斤吧，比较小。不过这种就是自己家的这些鸡，不是特别的大，最大只有2斤，不到3斤这样子。 这个砂锅里面去炖。 这个是黑色的灵芝，去年有位朋友，然后来我们家，然后给我婆婆带来这个灵芝，然后今天小朋友弄一点和鸡汤一起来煲，这个是黑色的啊，补血的吧，这个。弄这么多就够了。哦，那个，洗一下。 这个砂锅炖特别慢，要4个小时，慢慢炖。这个是去年弄的糍粑，还没有吃完，今天小胖拿来炒吃。这种糍粑我们弄打的就是弄的比较薄，薄薄的一个，但是它很大一个，看起来很大一块的。 这个白砂糖呢，粘吃，我们喜欢吃甜的，这么多个。可以了，看这个糍粑，煎起来没成锅巴。嗯，好香啊，锅巴。别踢锅，来吧。不要啊。 剩下这么一点了，这还剩下一个半吧，太饱了。
这个鸡汤还没有开呢，炖了这么久了，晚上吃吧，看一下还没有开，太慢了这个砂锅。不要，不要跑那么快，你看别的裤子，好有个性了。Hello， 你跑那么快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乖乖，嗯，走玩去，玩去嘛。下雨天不好玩，湿湿，到处都是湿湿的。别到那里去，别到那里去。